世界上如果没有摩擦力会怎么样？凯莉，没办法刹车。Ken上，走路会跌倒。不如会没有人类。Wow！ 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织女凯蒂吗？我是仙女凯蒂。你是文盲是不是？是谁生的生吗？什么谁生就仙仙谁生的三仙呐、啊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郑怡玲郑郑吗？不是，我叫郑怡玲玲玲，但我也很郑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织女凯蒂吗？我是仙女凯蒂。你是文盲是不是？是谁生的生吗？什么谁生就仙仙谁生的三仙呐、啊？你是文盲。你知道萨瓦迪卡这个词在泰国其实有分男生跟女生讲呢，可是一样是念萨瓦迪卡，但是后面的尾音不一样。知道，知道。我不会哈。我会。你讲。萨瓦迪卡就一定是男的吗？对啊。萨瓦迪卡。哎。那你的舌量评价什么？萨瓦迪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朋友的，小朋友舌量看起来金瓦迪卡。我是。